哎，我倒是想问一下大家哈，你们有没有认识电影投资人啊？那如果说有的话呢，能不能帮我捎个话呢？你就说网上有一个叫大白的这个博主呢，想当导演或者想当编剧，想去拍个电影，他想拯救一下现在的这个中国电影。 哎，如果说投资方要问起来的话，凭什么这个叫大白的人能搞好电影啊？哎，你就告诉他，最近十年来啊，什么电影是会扑街的，是吧？什么电影是会大卖的，他只要看一眼，基本就能够精准的这个估算出来，几乎没有看走眼啊。另外，你再告诉他，你就说这个叫大白的人呢，他用极其粗糙的这个手机拍摄的这个方式呢，整了一个叫大白故事会的这个视频栏目啊，就靠嘛一张嘴咔咔在那里讲故事，单单抖音一个平台的话呢，就整出了三点三亿的这个播放量。 所以说，就凭这两点话，你们有路子的这个朋友啊，真的可以帮我介绍介绍了。啊，我真想替咱们这个中国电影做点事情啊！现在的这个电影界嘛，都什么情况啊？你真的还有法看吗？观众啪一进场踩一个坑，一进场就踩一个坑，躲都躲不掉了。你像今年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著名的影评人，我们上次讲过那个阿甘老师，是吧？他就把所有的这个电影都看完，直接得出一个结论说，说十年来最烂的这个国庆档就是今年。 啊，尤其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那甚至烂到令人发指啊！你们知道我在说哪哪部片子的？关键是国庆档的这个烂，还不是今年才这样的，好些年都这个德行了。你去年还记得吧？《志愿军一》《前任四》《坚如磐石》《坚如磐石》直接翻车。 是吧？前四的话呢，我自己倒是觉得还有点共鸣的，但是我发现网上怕多数观众不买账啊。志愿军一的话呢，也还可以，但是也不惊艳。完了，在前一年的话，那二零二二年国庆档，《万里归途》平凡英雄，《钢铁一直搜救啊，就张译演的那个外交官的那个《万里归途》的话，故事还算完整，表演还扎实的，是吧？能看完，其他几乎没什么知名度的。 啊，当然，其实你说像二零二二年这样的，其实也挺好。那么，索性就另外三部片没什么知名度，反正我们这个观众也不会走进电影院去看，没人看，是吧？但今年的这个国庆档的话呢，偶儿还挺多。 但是啪进去一看呢，感觉是个诈骗犯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个感觉是诈骗，看一个跟诈骗嘛，那至少钱白花花的就套出去了，这个、更糟心。二零二一年呢是长津湖，我和我的父辈五个扑水的这个少年三个片子，长津湖呢也还算过得去了，但是我和我的这个父辈呢就跟开玩笑一样细碎，是吧？你关键是在前一年的这个二零二零年的时候，我和我的这个家乡已经搞过了，也是几个导演搞出什么一个拼盘短片电影嘛，已经失败过一次了，又不吸取教训又瞎搞。二零二零年原本是有一个 夺冠，陈可辛拍的那个拍拍中国女排那个的是吧？原本也什么报比较高的这个期待，也翻车嘛。所以说那年没什么片子可以看了。二零一九年的话也差不多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就是从那年开始拍这种电影的，是吧？没有波兰啊，吴京的这个攀登者，张涵予的这个中国机长，也都是反响平平嘛。 啊，然后到二零一八年，二零一八年实际上倒是有有一个港片《无双》，是吧？还是有点质感的，郭富城跟这个周润发演的那个嘛，搞假钞的那个嘛，还有印象吗？是吧？这个能看到一些末代港片的这个余晖，还能看一看，是、啊、吧？其他什么像张张艺谋跟邓超搞的那个影啊，那个电影呢也能看，是吧？但就是个小品，是吧？说白了。 然后开心马花搞了个什么理查的姑妈还记得吗？也被网友喷得够呛。就最近这些年的这个国庆档，唯一那一个小巅峰、小高潮啊，反而是二零一七年了。哎，你盘点一下开心马花的那个羞羞的铁拳啊，就沈腾客串的那个，你过。 那就就就那个那个片子，《羞羞的铁拳》，就艾伦跟玛丽互换身体的那个那个电影，老实讲还有点好笑的。完了，再有就是那个英伦对决，成龙跟零零七的布鲁斯南演的那个外语片，对不对？英国片是吧？也有一定的这个创新性，也实实在在的这个在讲故事。最关键的是，王晶那年还来了一个近些年的这个巅峰之作《追龙》啊，甄子丹跟刘德华演的那个嘛。 对不对啊,啊？然后还有一个大鹏拍的《缝纫机乐队》啊，这几个电影当年看的话，其实也不觉得有太惊艳。但谁知道呢？在当时，我们认为平平无奇的一个国庆档，居然是接下来七年时间里面最好的这个国庆档。而且你按照目前中国电影的这个死样子，你继续烂下去的话，哪怕再来个三年，可能国庆档的这个整体水准呢，也很难再超过二零一七年那么一个平淡的一年了。由此可见，这几年中国电影这个退步是有多么的这个严重啊！ 啊，所以说我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说，你们有谁认识搞电影投资的，麻烦你们把我推荐出去，我想拍电影。